这个不一样就是多此一举嘛，本来就是法案已经通过，为什么可以不一呢？对不对？这多此一举嘛，画蛇添足嘛。那现在你忘记了，你是总统呢，你不是党主席呢，搞清楚呢，民主的社会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呢，怎么可以复议呢？What do you say？ 怎么可以复议呢？啊，你们一党独大，那你们这样子选输了不认输啊，重选好了嘛。我说重选是总统重选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是违反程序，你是执法乱政。那现在你是执法乱政，你忘记你是台湾的总统呢？你不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呢？你在讲什么啊你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他就让你们下面乱，忘记他的无能，忘记他的无能、无德、无耻，啊！你台湾真的需要什么？他怎么不做呢？台湾真的缺电，他怎么不处理呢？台湾缺水呢？台湾缺水、缺钱呐，薪水要加啦，啊！台湾要很多真相嘛，为什么你不做呢？啊！为反对而反对，花多少？你换个地方，换个脑袋啊！他们现在民进党花的钱都是在流真真酸呐、啊，是你们要买单呐、啊，不是我们要买单呐、啊。我们不为谁，就是为了公平正义站出来，为了我们要真相，人民有知的权利，人民要知道的权利，我们钱花在哪里？什么阳光法案，核电不用，花个风力发电，花了2兆，电在哪里嘛？常常说不缺电，结果天天都在跳电。啊，你告诉我嘛，台电亏钱，啊，竟然还有人在赚钱，啊，根本就是掏空嘛，左手换右手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们不要玩那个空手套白狼了，真的不要这样子了，哦，大家加油，哦，台湾需要你们，大家加油。